2021年4月30日，这是我第四次去龙洞排游准。今天是带我老婆一起去的，刚好是雏鸟孵化一周，可以看到白色的小雏鸟在巢穴里面动啊动啊，有点可爱。虽然那天风有点大，还有整个海上的热气都有点影响，画面看起来会有点飘，不过还是可以看到刚孵化一周的小雏鸟。雏鸟孵化的日期是4月23日。今天带我老婆去，刚好看到小雏鸟，还蛮高兴的。看影片其实可以发现，成鸟都还蛮小心的。小雏鸟在巢穴里动呀动呀，成鸟在那边踩呀踩，怎么都不会踩到小雏鸟，因为有一颗蛋还没有孵化，所以成鸟会坐下来孵蛋，然后会把小雏鸟一起盖着。现场有些大哥说，这颗蛋应该已经没了，因为孵化时间相差一周。时间太久，后来确实也只有一只小雏鸟孵化成功。雏鸟就在成鸟的屁股底下钻呀钻呀，有时候会钻出头来，非常可爱。不过下礼拜发生一件事情有点可惜，我们先看这礼拜的影片吧。好，今天是去龙洞拍游准的第四次，我估计应该蛋应该已经孵化了。孵蛋四月初我就看它在孵蛋，已经孵了快一个月了。今天主要跟我老婆去，带夫人去，看你们看到那个白色小羽毛的那个小游准。前天酋长岩又有一只雏鸟掉下来了，然后现在好像在洞宝处那边处理，然后要找时间去野放，所以我在想说酋长岩最近应该也会蛮多大炮的，因为雏鸟已经开始会不动了。而且很奇怪，上礼拜日去那个酋长岩的时候，根本没有看到雏鸟飞出来，根本没有看到雏鸟探头，就它就已经飞出，已经掉，雏鸟就已经掉下来了。OK， 你看那是三枪，我本以为是狗呢，好神奇啊，竟然有三枪。OK， 刚才下车的时候看到清扫车看到三枪从停车场这边冲出来，然后跑来这边应该是躲进去了。你有看到了吗？两边色龙的头。好，变色龙。这个有点。比头角，夫人说像变色龙。是。问题是拍比头角为什么要拍 4K120？因为我是 A7S3 600 mini。 这是真的变色龙，帮你拍一张那个真变色龙。好啊，变色龙哇！我现在是录影，录影。我现在去看它的巢穴。哇！小青莲花。你好，所以切下来，这是白色石头，没有？然后这一条线笔直进来，到上面那个平行交叉那里有个小洞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就平行交叉这里，交叉这里前右边有一个，这里就是那一撮草上面的，它还在浮。那为啥选这么危险的地方？还是先架个脚架，已经快一个月了，我4月5号来的啊。Thank you.
会把蛋往外推，去晒太阳。今天风还蛮小的，还不错。妈妈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回来。我们是老鹰，老鹰。好像不是。好了，好了。Go, go, go! Go. 好，我自己来那个悬崖这边看一下。哇，这是第几次啊？一、二、三，第四次，没错。好，现在这边看一下，在山壁上。Thank you.
在左边。卡皮，这边要晒，哎，晒翅膀，晒翅膀，趴下去的。左边草皮。啊、哦，有，漂亮哇！哇，漂亮，漂亮。对。穿好看了。嗯。对，哇，厉害！哪里有看到吗？有号 ，OK。但是这是仰角度太高了、啊。嗯。又来了，又趴下去了。漂亮。对，你照也可以。要慢慢。